啦啦队乐天女孩韩国籍成员李多惠，凭借着亮眼外形及可爱性格圈粉无数。自从来台加盟后，粉丝数暴增。除了透过 YouTube 与大家分享生活外，李多惠也时常在 IG 发布短影片与粉丝互动。即便现在工作告一段落，已返回韩国，但她在 IG 的一举一动仍备受关注。20日，李多惠在 IG 放上一段她绑着双马尾、跟着音乐律动的超 Q 影片，镜头一拉近，李多惠就摆出超萌表情。影片的男友视角也将大票网友迷得神魂颠倒，短短不到10秒的影片吸引破百万人前来朝圣观看，不少粉丝看完后大赞心脏暴击，双马尾我不行了，第一排都给他们，我只能靠技术来。来来来。会出现啊，我今天没有钱，哎呀，我也不可能，我会跟你和他一起哦。更可爱，哎呀哎呀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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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拿钱了，第一排都给他们，靠技术来。来来来，他怎么出现啊？怎么知道我都被你知道，待到现在，等到现在，我们等一天了，我们等一天了。还要打开，打开里面，里面小草，背面有大家，这里是你们的真的鞋，哦，哇，啊，我今天晚上睡觉以前这个都看，这个都看，都看完，看完，看完。太晚了，太晚了，太晚了，走。超强！啊，这时候干嘛？哎，怎么这么？
回家，陪回家。还早，还早，还早啊！晚上，晚上吃早餐了。不好，不好。不行不行，现在几点？现在十一点半。明天见。拜拜拜拜。